Hey, 的张炫又怎么杀神 Clicky， 欢迎来到我的 Studio， 不对，欢迎来到 Verdara City。 我们今天玩点 Club World， 然后还记得上集 episode 的时候，我们到了 Verdara City， 然后我们发现了我们可以换一些身上的装备。我觉得双剑感觉很酷耶，我们用双剑好了。然后双剑茶花，咦？然后我发现你按 M 的时候，你把画面拉很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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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话，然后最后再把它切回来。之后你到村庄里去的时候，嘿，我可以还可以捡吗？不行，捡了，我身上的包包已经满了。之后你可以发现地图上面有写，就是一些装备店在哪里啊，然后什么店在哪里，什么店在哪里，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看得清楚。其实我自己也看不太清楚，不过这里应该是休息的地方。听说刚开始要买水，因为买水的话你才能够合成一些东西，像是这样子，这边有合成栏，对，里面有些东西大家可以看到，下面就是说你需要一个瓶子才能合成出一瓶水。你有了水之后，你可以拿水跟花朵去合成成药水，这可以补200 HP。 不过刚开始新手通常都是做这个，这个是凤梨切片，我们刚刚采了很多凤梨对不对？咦，我们刚刚是采南瓜，所以我们要去找凤梨。哦，讨厌，我们去找凤梨，那个叫什么？小绵羊，椅子羊。我们现在找一点，不是向日葵。那是什么声音？我听到有奇怪的声音。咦，没有吗？这个就是凤梨，大家可以采集这个凤梨。这个凤梨对新手来说的话，超级补的，因为它一补就可以补多少级？我看一下哦。他一补就可以补，被挡住了。他一补就可以补100滴，不过他补的速度很慢，他是两滴两滴两滴补，所以跟药水比起来的话，还是有比较不好一点。但是对长期在外，我们要上去。嘿，对长期在外，就是，如果没有怪物在追你的话，老实说是比较是还蛮好用的。所以我们先来收集一点凤梨。有人在看我哎，他是一个精灵。Do I know you？ 哦，对我那么凶干嘛？我们已经收集完了哦，又一个村民跑了过去。我们可以来创造一点东西。就像是这个，我目前可以创造50个，所以我不知道该如何一次给他就是合成完毕，我只会傻傻的点。如果有 bug 不知道该如何很快的合成完毕的话，可以告诉我，那我先来做十个，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。那好，我们可以出去打怪了哦。你按 Tab 的话，可以选择就是在 Q 的地方要是什么东西，这也是一个小技巧。那哦，这就是野外的地方。有时候在野外啊，看到这个床铺，你可以按 R， 它会帮你补血，像是这样子。我还记得之前跟阿谦一直在这边睡觉。我们来找点怪物来虐好了，不然都没有冒险的感觉，而且钱也都没有赚过来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生物吗？不对，这是草泥马。我们来练练我们的双刀。这个是潜水区域，所以，嘿，右键集气。哦，集到了。我发现这攻击的速度好慢哦。集气，嘿，集气。哦，其实感觉还不错哎。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啊？我不太会分哎。感觉是好人咯。你们是好人吗？不是，是坏人。啊，痛痛痛痛痛！有蘑菇哎，踩一下蘑菇。哦，嘿，不要再追我了，对不起。好像是要看哦。那个是好人对不对？村民，如果那不是村民的话，不就糟了？救我一下！是好人对不对？他们是好人。哦，可是坏人没有在追我。好，我们来吃点东西补血。你看他在吃苹果切片，不是苹果切片，凤梨切片。我突然想到，我昨天我的眼睛啊，被凤梨汁喷到，超痛的。好像是法师的感觉，我们换上盾好了，这样防御会比较高一点。哦，这是格挡哎，好酷哦，格挡完攻击。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很像法师的在哪里？
哦，就是你耶，骷髅法师。哦，不能打。I like your style， 我喜欢你的样子。你的也不错。好，我来试试看这些草泥马好了。看样子，刚开始新手只能找比较嫩的。哎呦，好烂哦。哎呦，其实还不错哎。我发现我打到道具了，我发现右键的时候，就是趁他在攻击的时候，可以用右键防御，然后顺便集气。虽然我的血快没了，不过我打到了一个道具哎，加17攻击，不知道可不可以装备，捡起来。我们看一下，为什么草泥马身上会带这个东西？不行，我不能攻击，不是，我不能配打哎。我发现这个吃的东西的时候可以一边跳，我们再来吃一点。不知道边吃可不可以边合成欸。合成是 C， 可以欸，边吃东西可以边合成。我们再来做一点好了，前面有一只落单的，我们去找它。那是蜜蜂吗？嘿，嘿，好像有点厉害欸。翻滚，嘿，翻滚，哎呦，没有躲开，集气攻击，防御，噔噔，哦，剑子加六哎，好补哦。然后这款游戏不会有什么逆袭之类的，所以不会死在水里面。我们先来喝一点东西好了，我等一下要去收集点木材。刚刚还没有秀给大家看，就是我们在就是村庄里面的时候，可以收集很多很多木材，然后可以用木材去做装备。这就是为什么我看到东西的时候要收集。哦，我刚按到了。我们来做一点好了。嘿，我发现单手剑攻击力其实蛮低的。他在跟着我吗？你为什么要跟着我？哦，前面有个帐篷哎，然后那是谁啊？哦，他攻击的速度很快，嘿，嘿，经验值才一，我们去，那是狗狗是不是？好可爱哦，还是兔子啊 ？Bunny 是兔子。发现多姿，哦，兔子躲起来也很恐怖哎。我刚刚不应该挑战那么多姿的，不过幸好格挡，我觉得格挡蛮好用的，它可以帮忙。所以这个拿盾牌的应该算是坦型的角色喽，因为当他拿盾牌的时候，可以坦住往很多下攻击。可是我不知道攻击力如果超出一段的范围的话，它是不是会弹不住？那我们再去揍一只帮你。嘿，嘿，嘿！我发现，哦，什么东西？哦，是法师吗？是法师哎，所以那个是那个法师的家是不是？现在成功，这是13块哎，捡到钱了。哦，所以这是他的家咯，超酷的。我现在觉得血，我的血快没有了，我来吃一点东西好了。
对。然后我觉得这一集 episode 差不多 end 到这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点左下角有喜欢，在左上角订阅，实时订阅影片频道，实时跟踪影片动态。我们下一集 episode 要，我们是不是该找个方向啊？我们去接个任务好了。任务好像是有叉叉的地方，这里。我们下期 episode 往这个方向前进。那如果你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点左下角；喜欢在左上角订阅，实时订阅影片频道，实时跟踪影片动态。希望大家喜欢这个新的系列哦。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哦，是村民哎，大家可以发现，就是这游戏里面的村民，他不止哦，不是村民，是外人。啊，快跑！这边有些是村民，然后有些会是像这样的，类似像流浪的狩猎。